叫什么韩国语，文化韩国语，就是自己想讲事情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他就找同学上台发表，同学讲一个字，他会讲一百个字，就是会在上面讲话，然后他就在上面一直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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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讲话又是那种，就是他要教一些什么佛经大道理，佛经大道理，然后七星九阳神功，七星大法，反正就是会不知道他上什么，然后考试的时候就也考得很奇怪，然后分数所有人都给得很低这样子。对，上课还会开直播、哦，上课还会开直播，就还有学生在上面录直播这样子，相信有上过。在 YouTube 频道里面还会放。对，就对查分手证就会有他的这样。对对，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